难搞，然后我就谈了一场恋爱这样子。后来我们是在分开的时候，我写这一首歌《一起生活好吗》。分开了才一起生活。对，我很喜欢在分开的时候写些东西。是是要时常分开好吗？啊，现在单身吗？对对对，我很喜欢在分开的时候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那个创作力会大增。我不知道你失恋的时候会啊，在一个很低潮的时候哈，然后会写特别开心的歌。对哈，所以我就想说写这首《一起生活好吗》，然后能够给自己更多的能量。虽然没办法啦，到最后没有办法一起生活，可是在那个当下我跟你曾经拥有那就好了。但我很想跟你一起生活。真的吗？因为你住在山上啊。你要怎么在山上跟我生活啦？你要怎么在山上跟我生活了？我在告白。哦，是的，好，我收。没有，就仅限这一首歌的时间。我很喜欢山，很喜欢。对，这样我会邀请你来，然后我去爬山，然后就去。我跟我妈妈说，我妈去爬塔曼山，我妈就说那里有熊啦。塔曼山，那里有熊啦。好，等一下再问你，塔曼山在哪里？塔曼山就在拉拉山，就是就是神木区的附近。你知道拉拉山有神木吗？我下次带你去。我先，你要去爬我们山之前，我先让你介绍这个山的拉拉山的地理环境。好啊。然后我就会带你去好好的玩。爬完后有水蜜桃吗？有，妈说，妈妈有哈。七月，好，我们就七月去爬。他醉了哦，一棵树，然后下次来采了。好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家水蜜桃是真的很好吃，是吗？有吃过的，有吃过拉山水蜜桃举手。我有。你有吗？我是水蜜桃粉。哦，你在哪里买的？那个连锁超商，那个有点贵，那个都是贵的，那一颗1000块的那种，那太贵了。那太贵，你吃高级的。哦，那个高级是从外面，日本吧，日本水蜜桃很厉害，或是梨山的水蜜桃也很厉害。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家的水蜜桃是最厉害的。我觉得拉拉山很好吃啊。真的，你没有吃到正宗的。真的，我是在那个回家的路上。你一跟我一起生活之后，你就会吃到正宗的。好，那我就带一起生活好吗？
谢谢。